明星。我明星要出街了，女明星。我们要去西湖。嗯，好干啊。怎么办？甜甜。藏在世界里。用尽身体力，每个翻来覆去，走啦！脸好大，我好白呀、啊，救命！我多想告诉你，整个男生都会喜欢你，我的幽默风趣，全都属于你，不偏不倚。之前两年前我在西湖边，我说好想在这样一个傍晚跟喜欢的人一起伴奏。我也想有一个傍晚，然后看着日落这样子跟人伴奏，还蛮好。今天是2022年1月29号星期二。大家好，你好，采访你一下，请问你觉得，今天的西湖跟平常的西湖哪个比较好看？三次的。为啥？和日落。嗯，但是你不觉得这种雾霾霾的也有另外一种感觉吗？这种天气真是。好吧。24，24，24，24。我21呀、啊！对呀、啊，21，我21呀、啊，我真的21呀、啊，我是。他这个声音听起来比较小。对，你这个声音，他是不是说他看起来很小，说我看起来要大一点？你在得意些啥？太扎心了吗？不扎心，不扎心。这个学这些，这个年龄不长。我想你能就这样。你说火锅啊？我说火锅，我说的是火锅。火锅，我说火锅。你广东人说话不标准。我很标准的。应该说不包。哎，上次有个广东人，他说在哪里晕？我在床上啊。你晕床啊？我说睡床上，他老婆听了啊，跟谁睡床上？谁知道他在说在床上，他在睡床上，他也很晕床。你往下走。你眼睛眼力见了没有？我手已经冻僵了。Hit baby girl, o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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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, no oh oh oh, yeah oh oh. 一生总会遇到许多过客，错过一次就真的错过了。在帐篷里面吃火锅，然后听着周杰伦的歌，多幸福。你有点敷衍，你有点敷衍，说实话。怎么幸福呀？跟你在一起做什么都行。真的。曾经你也是那人海之中的一个面。我想前打一下二人麻将，然后花花跟米子也可以打。写过许多关于爱情的歌，谢谢你尊重了我的选择。我想着你就写了这首歌，简单的什么想着想着就这样睡着了。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。
算是一个半成品。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今天升级了收音设备，是索尼的 ECMW2BT 无线麦克风。其实之前也考虑过很多其他品牌的麦克风，但是感觉还是原厂的更可靠一点，所以就选择了索尼的。然后小小一个带出门，超级小巧轻便，也特别适合搭配索尼的相机，原厂配件在连接上也很有优势，也非常稳定。这款麦克风有三档可调式电频，适合室内室外多种收音场景，然后无线连接也很稳定，录制续航时间很长，我今天在外面录了一天都没问题。我有哭吗？可以听到收音很清晰，音质也不错，人也很漂亮。